大家好。Hello。我们今天呢，准备把那几天我大姐帮我打的那些玉米呢，今天呢还有一些里面的东西没弄干净，然后呢用那个叫什么机来着，又一个机器把它给弄干净。哎，现在呢准备过去弄了，然后呢大姑子、二姑子他们也在，然后我们几个人弄的话，应该很快就弄完了。也没有多少，反正只有1000多斤。今天天气的话也没有出太阳，还是有点冷，但是干活的话就应该就好了。现在准备去弄了。是要把它放在那个玉米里面，然后那个玉米它就不会被弄坏了。看，老鼠啊那些也不吃了，它也不会被虫子咬坏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放在那个玉米里面的。已经弄完了，把这些打扫干净就可以了。